人家有压力啊，要怎么样做呢？就是地仙老和尚叫锅炉匠徒弟那个办法，你累了你就休息，休息好了赶快到念佛堂念佛，你一点压力都没有啊，正精进啊。真正念佛人在念佛堂念佛，累了的时候休息。我说了，不脱海心。我们披着衣休息的时候，衣要抽下来，海心不脱。啊，休息好了之后，披上衣马上到念佛堂，这样才能成就啊。弥陀经前面给我们讲啊，不修习菩萨，常精进菩萨。为我们示范行门，啊，这个解门是帮助我们加深信心，啊，加深愿心。增长我们的定慧啊，我们有定有慧，有信有愿，这一切邪知邪见自然就不能入我们的心了啊，不能入我们的耳了啊，使我们能够保持纯净纯善。外面一切事情与我们不相干，我们用不着过问啊，所以电视啊、报纸、广播、新闻都不必去听了，天天天下太平，天天没有事啊，心是定的，心是静的，这个地方才叫做道场啊，静业道场。